觉得这个解析美女现在开始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，是说明我觉得男性的审美开始日趋多元化。在静文老师的塑造的角色里面，大家都有感受，比如说赵敏啊，太平公主早期的阶段都是那种天真可爱，很多男生都是很喜欢这个类型。后来呢，比如说像你塑造至尊红颜，这个是女性为主导的，对，这是另外一种类型。但我觉得姐姐还要再稍微收一点，像乔安那种，就她很睿智，但是其实她也有柔弱的，有温润的一面，是姐姐跟弟弟她是可以一起成长的，两个人没有谁主导谁。老师真的很爱看电视剧。我所有的角色老师如数家珍，我听出来了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昨天那开关你玩明白了没？哇，哪个开关？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这是又一开一关。这是开还是关？开。这是关。为什么呢？不告诉你。这是开，这是关。我到节目结束都不会告诉你们的。还是我们的智商有。你们这种高智游戏以后不能再拿到餐桌上。一点不高，一点不高智，非常弱智。那你再来一个。非常弱智，我再来一个。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关。对，这是关。但是我是懵的。我知道你是懵的，不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吗？这都给你猜对了。对啊。昨天本来报名表那个环节可以聊一会儿，对，然后你们都好哀啊。我昨晚还跟木木他们说，就是因为他们四个男生带那个女生聊天就还好，就我一个刚进场的，我想应该是你们能带带我那个话题，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大家只能给出一些回应。对对对对，我就很尴尬，对。就是昨天那种肯定不是我正常的第一次面的表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真的就我在硬 Q， 就是硬表现的时候很硬。其实我一般来说我第一次面会像今天这种，然后慢慢跟大家熟起来之后才会话多。没关系，以后就好了，就不会尴尬。像游乐园一样。我怎么这怎么说眼熟啊？来过吗？好像来过，就是那天我说去的夜市坐的那个嘟嘟车，来的也是这个地方，穷游故地了。这又麻了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麻一会儿。你可以去逛逛，没事儿，歇会儿就好。我也去嘛。那你要单脚站一会儿，显得我没有那么的奇怪。那我也得。一般很快就好了，但是。要不要换一脚再出？不行，我这个脚就是麻的。没事，等。就是说麻，脚麻的时候不是会往下去？好像快好了。往下拉伸。好了，成了机器人现在是。好了，机器人可以。如果说现在你觉得你身上的一个地方还要改善，你觉得最想改善的是哪里？最想改善的就是我的快嘴。快什么？你会觉得你说话比较直是吗？对对，往往有的时候说自己可能会有意无意的让别人觉得不舒服。我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俩在一块聊天，我感受很舒服，就说明你的情商比我的高，你会让我觉得很舒服。你大概能懂我意思？有没有可能我智商不高，所以我说话比较？但是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了，我们家里的性格都比较，因为我妈妈是东北人，
所以我会养成这种习惯，就我有什么就说什么。但是后来又哎，好像说错话了，然后就我也会有就是有这种烦恼了。所以我觉得还好吧，其实就了解你的人，他们对你说的这些话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如果那些不想让你好的人，你再怎么说话，他都是大大方方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慢点，爱了。我这样了。爱你啊，可以的。两个。然后我会这样转一个圈。嗯。转到你前面来。你的手要搭在我这里。然后我要这么抓抓一下你的手。那个手，他那个男生。怎么转的？你这手是这样。那个手，这个手，我跟你同手呢。一、二，然后大家同时往那边跳一下。往这边。嗯，先跳右脚，再跳左脚。就迈一步。然后我从这里转一圈，然后我会转到这儿，然后你扶我起来就行。对，就这样扶我起来就行了。你是真倒？我刚刚真倒，但是到时候我会这么起来的。啊、对。你完全没有跳过舞，对不？跳过一丢。的什么？之前跳就是参加那个。哎，那你可以的，都参加了，是吧？应该吧。你知道今天规则吗？就是一共有四辆车，对，会有一个是两个男生，是吧？你这个舞蹈设计的时候有想过三人舞蹈的？没有，还好一个人。嗯，加油。你昨天睡得好吗？还可以。你呢？睡得好吗？第一天还可以。我聊了聊天，然后可能睡了。昨天你们笑声有点大，我听到在房间里面。